新闻头起先来关心，热天是天高热的流行期，洛江镇工作按这礼拜开始分区进行全洛江镇的喷油啊消毒工作。洛江镇就柯志宏25号嘛特别前往过处理洗渣宣导，希望乡亲拢会当来落实着居家的环境巡查，掌握着巡导清路四大要领，彻底杜绝天高热。洛江清洁队员甲专业的喷油剂人员集合伫哩过处理，准备等一下要来进行天狗日药剂喷油工作。洛江镇长柯志宏表示，炎热热天是天狗日容易流行传播的季节，特别是大雨也是风台度过，常常积水，所以趁着出日头，赶紧安排洛江镇各针头的喷油啊作业。咱每年到这个八九月吼，哎，咱讲是这登革热吼，是传播的一个季节。啊，尤其咱公所吼，即马开始展开一个消毒。啊，咱伫这学校，伫这开学前吼，咱也已经拢做这消毒工作。啊，今仔会咱讲吼，啊，来自这各里吼，啊，开始做消毒工作。今仔咱头一站就是来到咱这各处里，啊，来做这消毒。啊，建议咱里长吼，啊，甲咱带讲吼，咱里来倒一搭。啊，较需要吼，啊，咱伫迄个所在吼，会搁较重点式的一个消毒，啊，其他咱就遵循咱部队去线路去上来做消毒，啊，去吼咱所有咱六港在居民，只要吼啊，咱厝内附近，只要若有迄个积水容器啦，还是讲较积水的所在吼，咱会当讲吼，透过咱公所啊，针对迄个所在吼，啊，搁予咱公所了解，啊，针对吼即个容器的部分，咱再请咱清洁队来甲收掉，啊，若较低洼地区吼。啊哎，这个所在，咱会使透过咱公司吼，迄只个吼，针对迄搭，咱未来吼，咧是做这个道路，还是讲迄个较低的所在吼，咱来甲做这个填补，或者安尼水吼袂去安积伫遐，啊，或者蚊虫吼，伫遐当做滋生。所以吼，伫遮啊，教大家吼，啊，讲吼，针对哪有积水的所在，拢伊会使向咱的里办公室，啊，向咱公司来提议，啊，咱甲这个安尼消毒工课吼，啊，伊个吼，会当积水工课，咱拢伊会当甲做啊好啊。避免自身蚊虫，做伙为居家环境健康把关，防止天狗热，为家户邻里做起，才能降低感染的风险，杜绝天狗热疫情。中华新闻林桂英，洛江采访报道。